两岸之间未来的发展，很重要的一个的这个关键就是必须要让更多的人能够了解啊。然后，那么如果更多人了解能够接受，那当然就是好事；如果更多人了解没有办法接受，那就很困难。所以我觉得透过交流去了解一些彼此不同的想法，我觉得这个阶段比较重要，是做这样的事情。大家透过这种平台能够做一些价值观上的沟通，一些制度上的这种沟通，我觉得这个会还有一些了解互信啊的培养跟建立，我觉得这个阶段去讨论这个事情是比较有意义的事情。